免客气啦，我尽量啦。对啦，啊，你这批货哦，大销呢，真紧就拢卖了了啊。我对你嘛有交代啊。啊，对啦，啊，以后吼，若是阁有这种好康的，爱会记得阁甲我通知呢。哦，啊啊，对啦对啦，有钱大家赚啦，多谢你吼。好，有闲再来泡茶啦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哎，好来。嗯，海哥，咱的粉丝专业人手愈来愈多啊！我看咱这个海龙王顶级海鲜，真紧就会当重返荣耀啊！啊？什么叫重返荣耀？哦，那是网络的用语啦，意思就是重返荣耀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哎，对对对，以后吼。你得加教我一挂这个网络用语，安尼我才会用甲咱遐网友、甲粉丝加交流啊。好，是，我知影。海哥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你来啊，来来，向姐向姐，行啊，明天嘉玉姐贴地。好。海哥，你莫叫我嘉玉姐啊，安尼足奇怪呢，你脸会比我搁较大。嗯，安尼啊。啊无，叫你嘉玉女神好啊啦，啊，因为你是阮海龙王胜利女神呢，啊。我若像你讲的，真正胜利女神，安就好啊。诶，啊你是安怎啊？啊一来就安尼由头到面，啊是谁惹你啊？你跟我讲，我谁叫人伊甲枪？出来，是你。你要知哦，啊就是你啊。我。哪有可能啊？阮大家拢足尊敬你的呢，谁敢惹伊啊？我问你，顶边直播卖猪扒的时阵，是毋是有一个白莲花，把你的猪扒全部拢包起来？是啊。啊，你敢知影迄个白莲花是啥物人？我知影，伊是九峰餐厅的总经理，是这个不离啊水呢。啊，你问这要怎啊？你敢知影迄个生做不离啊水的总经理？阁是虾米人？阁是啥？伊是我的阿姨啦。啊？伊是你阿姨哦、喔？哈，安尼就对啦。不过迄天哦，伫遐伊拄到恁姐姐。哎、欸，这世界这么大、喔，咱的缘分这么深，哎，物件卖来卖去，煞你拢卖你家己人遐去呢？吼、喔，嘿嘿。是啥物人甲你讲，我的阿姨就是阮家己人啊？嗯，啊，你敢毋是叫伊阿姨？伊是阮爸爸的小三，阮爸爸就是为着伊哦，才会甲阮妈妈离婚。安尼啊？啊，那安尼你是安怎阁叫伊阿姨？啊，阮爸爸甲阮妈妈离婚了后，就娶伊做某啊，我毋就叫伊阿姨。所以讲。你的阿姨不是你的阿姨，是恁爸爸的小三。恁爸爸跟小三结婚了，又变作你的阿姨。嗯，无你是在绕口令呀？总共一句啊，就是因为阮爸爸娶来做某，所以哦，阮和阮爸爸面子，唔才会叫伊阿姨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所以我卖猪肉给伊，你无欢喜？当然嘛，无欢喜啊。你卖猪肉给伊哦，害我即马里外不是人呢。诶，奇怪咧，啊是安那，我来愈听愈糊涂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啊，阮爸爸甲友人阿姨经营的九峰餐厅，本来哦就是甲我另外一个阿姨惠红阿姨开的爱雷商店卖猪肉。是毋是迄天我去找你，就迄个猪肉西施？对啦。惠红阿姨因翁哦，就是阮爸爸的外贴的，啊，而且惠红阿姨因早嫁思思姐，即马阁嫁我的大兄刘家尧做某，阮算起来就是亲家啊。啊，惠红阿姨最近的经济不好，所以我的爸爸就家己买猪肉，想要家己斗相共。结果玉莲阿姨就发现你的猪肉较俗，伊就趁我爸爸无伫的时阵，甲惠红阿姨的猪肉退掉，啊，换来甲你卖猪肉。啊，即马你的猪肉是我教你直播的呢，啊，你讲我是毋是歹做人诶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啊，即马听你讲了才知影啦。啊，若无，我阁叫是讲，我跟袂着时代，甲少年人有代沟，所以我才听无你拄则讲的话咧。我讲女神啊，
你讲的是真清楚，啊，不过我听得无啥啥。你敢袂当画一个恁家的人物关系图一个啊？海哥，啊，我希望你哦，会当甲白虎阮玉兰遐地吧哦，全部拢甲收转来，算我拜托你。女神啊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啦。也唔过，迄肉我拢已经送出去啊咧，无得看哦。恁阿姨已经把遐肉拢送入去厨房，拢用掉啊咧。恐惊啊，即摆已经是生肉煮做熟肉，无机会啦。我就知影即摆来找你哦，拢已经上班啦。啊，无安尼啊，以后吼，遐叫人阿姨，若是搁甲你叫回来，你又莫白给伊。这，哎呦，我知影我安尼要求吼，嘛是有较超过，你真足为难吼。上好我有试过啊，啊，你当作我无来过好啊？女神啊，小等，小等。女神啊，真歹势啊。虽然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着，也毋过阮海龙王的业绩拢冲冠，拢是你的功劳啊。我想要送礼物给你啦。行啊，我是想讲送一箱啊，迄个冷冻的肉片给你，予你提转去甲恁厝的人煮火锅食，啊。海哥，多谢你呢。啊，虽然讲哦，你生了是较歹看面啦，啊，不过你人阁足好个呢，足阿替别人设想。遐就讲，啊若无，阮这阵兄弟那一定对着海哥身躯边。啊，对了，过年要到啊呢，我想要送你一个红包，予你过年发大财。这是好吉兆，你袂用去无收的哦。哦，海哥，多谢你啦，我知影哦，你对我足好的，啊，不过有足侪人比我搁较需要这个红包啊。你会当上网搜寻新北市好日子爱心大平台，内底有一个圆梦基金，你有甲你要给我迄红包吼，指定捐款到新北市教育局圆梦基金，爱当帮助着做者清寒优秀的学生，因而当甲你赶快有机会圆梦啊。哦，捐钱给圆梦基金帮助囡仔教育，嘿，这当然嘛无问题啊。我唔甲替你捐，我家己嘛随捐，啊，因大家嘛做伙捐，吼。我问你，海哥登高一呼，我大家拢在咧管。安尼就好啊，我就知影海哥是一个大好人，袂发失望。嗨，这无啥啦，其实哦，我嘛是艰苦出身的啦。细汉的时阵哦，无机会读册，啊，少年的时阵才会吃安尼一苦啦。就算讲阮这细汉的哦，有心要入去进修，我嘛应该斗相共，何况是这优秀的学生囡仔。我一定会替你圆梦的，哦。海哥，给你一个赞。赞。喂，妈，什么代志？思思啊，怎么断音啊啦？伊断音啊！啊，我妈讲伊透早发烧，烧已经退啊，敢不是？是啦，是退烧啊啦。也毋过伊坐啊退，啊坐啊搁烧，我想想那毋是办法，我得送来病院啊。听医生讲伊是尿道炎呐，讲爱断音，
哦，我看伊囡仔才尔细汉哦，爱住大堂的。嘿，你知影下贱比手，我搁较操你个主人，我看了就唔甘咩。思思，你紧来啦！妈，你是莫紧张，你甲我讲伫倒一间病院。好好好，安尼我知影，我先挂过啊，好。你们俩尊，你命的都无代志啊！我卡长的给你，你唔接，简讯嘛无爱回，甚至你头早嘛无去公司。你若是想要跟我分手，你就当面跟我讲清楚啊！我伫厝里等你。你若是唔来，我就去找曾思思。你莫跟我讲，你即马当在厝里跟你母温啦！我想着心肝都疼。刘佳瑶，你是我的，你想做要咱爸的查某人？啥啦？刘文正，你是把酒当作茶在饮啦？啊，甲伊伫传简讯咧搞违规，你是起痟？妈唔对，我就是让你不甘要起痟啊！迄天你把我当作是笨水，我领导咧弹出来了，你都无跟我联络啊？我今嘛，敢若会当伫遐只戆戆啊等？我真正就可怜。我嘛是足可怜的，你走了后，我是每一分每一秒，我咧提心吊胆，我是惊到要死。我哪敢靠你啦？你惊啥？惊出什么代志啊？恁家迄个戆查某，你讲什么话，伊都拢相信啊。伊从来拢无怀疑过你，你惊啥？迄讲啊足轻松的，我是惊到强要死啊！后来我才知影，阮厝的有换第四台啊，而且还送监视器。你敢知影？迄天你来我遐过暝，迄监视器全部拢录起啊！那个代志，差一仔就别空诶。别空想好啊！啊，你哪能让公明正来做伙啊？你哪无爱约我做伙去面对哈？你哪安尼讲啦？你敢知我强要急死啊！我是真无敢那找机会，才把影片删除的。两个人的代志，真是不应该最后一个知影。你应该把迄个影片给伊看，让曾思思提早退出，去找伊个家人先。文珍，咱哪会当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来对待思思啊？这么着代志的人是咱呢？你唔敢伤害思思，那你我连我真的该死死无？刚刚我都要为着要维持恁的婚姻，所以我一世人都爱做一个袂结结的查某人。我大家，敢会当直接的，给你剩的时间，只当跟你相爱。而且我敢看你，敢真实实伫我面头前晒恩爱，就算我生活更加甜，我嘛爱跟着笑笑。只要你母一打电话来，我都要给你幸福伊，随和你走。而且我搁爱听你伫伊个面头前，讲我就是笨傻，讲讲伫你个是无对，我就是残像笨傻，理由是我袂当等你啊。是啦，好啦，反正我知影你为着我受着真侪委屈啦，你莫安尼好啦。你唔知，你唔知。刚才是咱的囡仔无去的时阵，我就跟你讲啊，我要跟你再好离离离，我要成全你。啊，不过想做，你干嘛来撩我？梁家豪真好，你还是我好，你还是。文珍，你别安尼啦，我知我跟你做主事的，我嘛唔知，今麦变到安尼。哥，
我对思思要告曾母是有责任的，我必须要照顾伊。而且我嘛在顾着我妈的心情，至少我妈为着家里的代志，会当讲是有目屎哭到无目屎啊！我袂当够失望啊！你要见恁母，你要见恁妈妈，下面来要给我李文珍，下面来考虑我。小公我无要紧你，我嘛是足要紧你，所以我才一直想办法，想要把代志安扛起来。我部队就是为着要保护你啊，文珍，你跟我这个已经结婚的查某人，这做伙的代志若是传出去，你以后是要哪做人啊？我迄个明早人，迄个准督所压力的，你无共呢？你之前离婚的代志已经闹到足大，我哪会当伤害你？我一定，我当然嘛是要保护你的名声啊！我哪里有来为我设想？你是我上爱的人，我当然嘛要替你设想啊！所以文珍，你就莫搁哭啊，原谅我好无？啊，你嘛知我着较慢讲话。你较慢慢讲话不要紧啊，不过你会当用行动证明。跟我陪你去房间啦。平常时足乖，啊，这两天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啊，我摕牛奶水啊，玩具啊，骗拢骗袂掂。啊，我泡个牛奶给伊啉两嘴，伊嘛吐吐出来啦。妈，你先别紧张啦，囡仔人就是安尼啦，艰苦就干来要哭，后壁要表达。啊，是啦是啦，啊，不过以前有讲哦，家在后恁送你早啦吼。来，辛苦了，来妈，你先坐。我打电话叫佳瑶做伙来跟我过，后日较早回去休困。袂要紧啊，这样是你无用伊的工课。妈，囡仔破病，伊是囡仔的爸爸，本来就迄个责任嘛。我先来打电话。好啦好啦。你干嘛走啊？啊不嘞。总是嘛爱回去啊！我是郑思思啊。我拢将你拄好啊。文正，文正，文正，佳瑶哪会拢唔接电话？喂，佳瑶，刘经理提早下班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是有公司要请教刘经理，那无安尼啦，你敢袂当替我转去给李文珍李经理？伊嘛请假，安尼我知影，多谢你哦。奸夫淫妇。
春姨安尼夺命电话号，得应的是无？我赶快去改关机啦。吴正，你卖有未来啊？你那是关机哦，到时我是要怎解释啦？你得甲伊讲，伊安尼一直卡一直卡，卡到手机拢无断，唔得好啊。吴正，好啦。喂，这。我要你青蛙，青蛙，青蛙，我满意为止，你再等啥？文珍，你做胖嘞，我做咖喱鲜乌丁的泡面。讨厌啦！讨厌，真的讨厌。刚刚你不介意我改进吗？相公啊，我在前位阿妈跟你写字，我们尴尬，你就爱我。大家处理，囡仔麻烦你照顾。这时阵几点呢？时尚无重要，咱两个爱在家较重要。无啦，一样哥。哎呀！真正有够可恶的，一日到晚如果不来开门。好了啊！不过那是火烧，应该讲无才对啊！金强生，金强生，你来走。管理室报告，目前本大楼有火警警报发生，请各位住户不要惊慌，依照逃生路线疏散，逃生时请不要搭乘电梯。是加班会小厨啊，进来。你先别紧张啊，网络顶面有讲哦，讲若是发生火烧，袂到袂开门。万一那火若是烧到门口，你向门开门，我迄浓烟是会走入，等等会到愈危险嘛。啊，即摆哦，唯一当做就是老店家，啊，等人来救人，啊，你较安全啊。啊，那是无人来救人嘞，咱不要去离家，不要呀，我怎么要离开家？你先别紧张，你慢食，你冲崩啦。咱们红烧烧。是，你在哪里家？罗家雅、林文珍，你记住见父一父。是，你给我回来了。你怕我？我怕你躲在后面。师傅，师
是你跳开水啊！是。阿姐，想要开水？我得听看麦，恁两人要怎对我开水？您解释得清楚啊！您拄则是咧创啥？我的。唔着紧讲，你敢知恁囝即马发烧，住伫病院啊？你搁有迄个心情伫外口学袂来？我看你要安怎甲我骗？紧讲啊！真无伊住院啊？刘佳瑶，我搁问你最后一次，你两个拄则是咧创啥？思思，其实我人无爽快，所以佳瑶是来看我的。是啦，反正伊囡仔人身体无爽快，所以请假无去上班。啊，因为我有电话公司要找伊讨论，所以才来才找伊，顺便来甲看一下。顺便来甲看一下。所以把顺川烫伤。无啦，他就因为我拄只咧啉咖啡的时阵，无洗衣破着衫，我想讲哦，要甲烫起来洗，才拄要洗尔，就听到迄一爆声啊，所以只衫无穿好，都向撞出去啊。是啦是啦，啊我着人不爽快，所以才伫咧厝里休养。啊我伫厝里弄啥呢啊？你误会啊。我误会，原来是我误会。那恁拄才伫电话内底，阁是啥物状况啊？佳瑶讲上介意你的旁边，你上介意佳瑶，真你的眼光啊？你当场毋是挂掉啊？这里也不适宜啦。你没挂掉，我听到一清二楚。吴佳瑶，李文川，你两个人哪会遐尼啊袂见笑啊？在外口乌白来，可是要经过电话，放上给全世界人拢知影，恁这对高兰路收在见笑单。你讲话慢慢遐尼啊歹听。什么高难度啊？敢不是？恁两个人伫我背后偷来暗去，一届讲一届讲白贼话欺骗我，把我对恁的信任，当作是垃圾，赶快扔伫涂骹底。参像恁遐尔无良心，我骂恁是高难度，可算是真客气啊。是，拄着你伫电话讲听到遐哦，绝对毋是你所想安尼啊。我是甲文珍，我是甲文珍咧讨论这新的产品，我是前辈。加油！加油！代志到这款地步啊，你搁敢讲你这对高兰露是清白的？你两个人是搞我这事是多多想，高兰！你的嘴嘛放较清气的，莫提高兰露，高兰露！底下全部都在讲的，那就是你。烂死去！你这臭仔，你是手人红晒，狐狸精，规身躯拢是狐狸，我替你扫清去。你是凭啥物？啊，你讲我啊？你凭你听到电话迄几句话，你就认定我甲佳瑶有奸情？你根本就无见过。你白个！我讲讲唔对，一直滴白，你讲安怎？怎么敢提这个话？我已经忍耐伊足久啊，伊今煞都客气啊，啥物叫做忍耐？你敢知影？一个做太太啦，第一目睭紧紧看恁两个人偷来暗去，听恁讲白贼话，我家己做啥物都唔知影来配合你。李文珍，要来证据是无？
我替予你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要留就留呀。我就知你要发誓了。思思。你轻松上课，我来开红酒。这。这就是你的爱，偷来暗去的证据。刘佳瑶，你一定想不到，我还有这个影片。你俩准讲你删除就无代志啊？无猜我也尔相信你，相信你绝对袂反背我。想不到你这笨手，竟然趁我无在的时阵，把李文珍带倒来厝的。搁倒伫个咱阿母的眠床顶，做迄款袂正常的代志，你搁有啥物话通讲啊？思思，嘉瑶，嘉瑶，李文珍，还有你，你伫我的信任，嫁给我跟嘉瑶，杀了阮的感情，你伫我的面头前跋伊，原来你早就有计划啊嘛？你就是想要一步一步抽走我的红线。破坏我的家庭，毁掉我的婚姻，像像你这种母体下流的人，你敢讲你不是狐狸精？郑思思，你这是要嫁一个查某人？你什么时阵落来？谁这么冤枉你？若让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迄天恁两个人做伙来看这间厝的时阵，我就发现恁的代志啊。要唔过我选择给恁机会，我就是希望嘉瑶会当回头。啊，唔过恁无啊，恁两头亲过，了做我好欺负啊，甚至愈走愈超过。即个我登去交婚啊，是我挑工的，是我挑工给恁最后一届机会。我要看卖恁两个敢知影见笑，我要看卖嘉瑶心内到底有阿姐太太无？我来一早就已经发现，真是起个代志啊！迄嘛是我安排啊！你迄当阵，当你做袂记情个代志时阵，我伫高分哪拢看到啊！既然你拢看到，你啥都莫甲阮讲。因为我要看卖恁两个人要跋戏跋到什么时阵啊！嘉瑶，你大概跟我讲你要加班的时阵，我就知影你搁要跟李文珍约会。我嘛知影。李文珍跟我同款的破裂，甚至我搁知影，你为着要提升我的破裂，搁鬼鬼祟祟叫我发现，你敢知影？我大概看到你为着要维持跟李文珍的关系，一直在伤害我、欺骗我、欺负我，我的心就差就倒在挂同款，我叫咩？我是真，我是真，我今仔就想要跟你开心，我连英文都出现在我的面头前，你该怎样？孩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郑思思，你心机真正有够重嘞！你把我当作是白痴在戏人，你去把手机啊影片摕出来哦，我要把遐影片毁掉。哎！
不出来，伊在闪避你啊！好，你啥？这可恶的查某人，你去把药品偷我，我把药品毁掉，你走！哎哎，谢你啊！啊！去叫他来，去叫他来，快叫他来！手机啊，毁掉不要紧，怀疑我早就有备份啊！我跟嘉瑶是合法夫妻哦。这段影片，就是我个人上坏的证据。你敢？我当然敢。李文正，你之前那段婚姻，就是因为你的情人一直反背你，对不起你，你们才遐尼啊痛苦。结果你今麦嘞，自甘堕落，变成别人的小三。你敢怎样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敢拢唔敢有报应啊？我只不过是对过我自己的爱情啊，我跟嘉瑶是天造地设一对，你只不过是太过去该拔掉尔。你若是有才调，跟我公平竞争啊！李文正，就问一下，你敢有啥物资格跟我公平竞争啊？我是嘉瑶法律上的太太，你只是一个无名分的小三。这段时间我嘛提醒你几落届啊！叫你爱我靠站站的，结果呢？你完全不知介绍，介绍在我背后偷来暗去，再来知安尼，我就上火告你啊！思思，思思，我，拜托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啦！我承认，我承认哦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才做出这款代志啊！那怎样？什么是时糊涂？你还安尼讲话？我还安尼讲话？我讲的是事实啦！思思，我迄摆去日本出差的时阵，因为饮酒醉，才犯着听下讲查甫人会犯的错误。后来我嘛有甲文珍甲代志讲清楚，原本哦是甲伊袂有啥物交叉啊，谁知的时阵。既然有心啊，所以伊爱你负责。无啦，伊无爱我负责啊！啊，伊一开始嘛是讲要家己请到巴肚内底的囡仔，啊，伊嘛有讲过啊，袂去破坏咱的婚姻。不过看到伊安尼，我才感觉我对有责任啊！你即摆无囡仔呢？你是要负责啥？阿哥，伊囡仔是因为我才无去的啊！我真正感觉足对不起伊的，所以，我唔知道。你唔知会继续甲伊偷来暗去？嘉瑶，这款话，你哪会讲出嘴啊？思思，我嘛唔知道我会甲文正行到这款地步。阿弟，该你妈开玩笑。我去用抓走，文正为着要救我，才用拍到楼梯。我看到伊为着我受着这么多委屈，这么多伤害，我真正感觉我对伊有责任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恁两个人变成安尼，拢是阮妈的关系。一段婚姻有问题，不是一个人也唔对尔。你给我掉去！我知影，迄天借钱给你的人，嘛是李文珍对无？不怪，不怪迄天大家遐尼啊关心你，你煞一直使性地唔肯讲，原来就是你讲袂出嘴，而且有。你一开始就跟我承认你做唔到代志，反正咱会当做伙解决你的问题。你
你袂阁一错再错啊！我今日老实甲你讲，一直伤害着你。敢讲我即摆全部拢知影，我都袂敢讲。是，我知影唔对，你原谅我好无啦？啊！你哪能做代走？我即摆看到你，就想要吐。恁两个，恁得继续，奸夫、淫妇，这段影片，我阁需要时间想看卖，要怎利用，互恁变成网红。是是是。这影片哦，若是传出去，到时我是要哪做人啊？我真问你啊，这段影片若是流出去，我唔免做人，你赶紧想办法，赶紧啊！好啦好啦，我会想办法就对啊。我即摆搁要去病院看诊部的，我无时间啦，我先来去哦。等我等啊！这个讲，这个讲啊！在做侦普啦，哈？啊，侦普状况安怎？有啦，有较好啊啦。啊，医生讲哦，还要观察啦。啊，确定无代志吼，啊，阿婆啊，就当出院啊。哦，无代志就好啊。啊，好啊，这顺。啊，恁咧阿姨高幼人，阿姨是安怎啊？迄搭一台叫你破掉啊？迄明明甲阮种猪肉种好好，啊，伊安尼化停就停哦，伊超过超麻烦了。唔是啊，伊是真正找到一间卖甲比恁更较俗的猪肉，伊才会换啦。啊！你敢知影是倒一间供货商啊？啊，北部猪肉商我拢做熟个啊。下晡吼，我嘛着去探听一下，啊，都无听到人讲吼有接到上峰的单啊。迄个说高桥人哦，到底是用什么猪肉？绝对袂当让因知影，阮是为海龙王海鲜买，若袂害着佳玉。哦，我唔知咧，我刚刚知一餐就是伫一个网络直播平台买的猪肉啦，啊。可能哦，系统甲阿姨你知影无同款，所以你才问无啦。嗯，唔，阿姨买，敢有可能比阮卖的猪肉较俗？哦，有哦，比恁俗三分之一。哪有可能啦？阮卖一定都俗，哪有可能比阮较俗啊？对啊，阮的猪肉阁有检验合格证明呢。恁阿姨买迄冷冻猪肉，也毋知阁有经过检验嘛无呢？迄像这种安尼，唔知倒位来的猪肉，伊也敢买哦？真正有够好胆的。佳玉阿姨，佳玉，恭喜啊！我知影玉兰阿姨的猪肉是为倒位进的啊。佳玉，你知影？伊是家一个直播平台买的啦，叫做海龙王啊。阿姨下单的时阵，我嘛有伫现场，只是我唔知影迄个白莲花吼，就是玉兰阿姨。白莲花，我咧白菊花咧。哦，这高桥连这道阁袂见晓的，竟然号这个网名，真是笑破人的嘴个。嘛唔对啊，是讲迄个海龙王直播伊咧卖海产的呢，啊，当时你卖，该卖滴吧？啊，对，海哥伊有一个朋友伫做冷冻肉品，伊看海哥直播做了袂歹，都加一杯。真正是乌白来，卖海产才去卖滴吧？啊，伊敢知影讲滴的部位甲品项，敢有经过检验？啊，敢有人哦伫搞滴的品质啦？我这个高桥人真正有够大胆呢！啊，来路不平的猪肉嘛敢用哦？我是有试吃过啊，伊迄猪肉吃起来吼是鲜嫩多汁，
啊，品质敢那袂歹。伊有送我一挂，啊无咱做来食看卖。哼，我才不爱嘞！我卖猪肉卖这么侪年哦，啥物好食猪肉我毋捌食过啊。也搁有啊，我搁知影讲哦，迄猪肉来路不明啊，啊搁没有检验标章的啊，绝对袂用食。好啊，啊，嘉义嘛是好意啊，对无？啊，是讲话咱试食看卖啊，你着讲的敢无需要较生气哦？我哪有可能无生气啊？咱猪肉品质这么好着，就是有人唔捌货啊，啊好的唔用哦，偏偏啊要去用迄无好的猪肉。啊，即嘛社会就是安尼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咱实实在在做生意，啊，着较吃亏啊，啊，因着用骗的较紧嘛，就是。拢嘛你嘛，拢嘛你啦，这都爱怪你啊！讲什么停枪过，结果嘞，那下药嘛无拍，啊，即嘛嘞，即嘛好啊，想退货吼，这猪肉看你要安怎销啊？啊！你家己嘛知影，讲这甲冲突就无关系啊，对无？啊，谁知影高玉莲伊趁冲突无伫的时阵，才听讲伊甲咱某即厝咧。还是真歹讲，无得较先红阿某串通好个，都未免来遮尔对我好。高玉莲讲要甲咱退货，冲突就对我好无伫个哦。啊，勇啊！你少年的时阵就去阿冲突骗过安尼，你阁骗过骗囝啊？好啊，你嘛无安尼啊？你。嘉顺甲嘉玉拢伫遮，你啊咧甲念甲念，伊伫你面头前遐咧骂老爸，啊你拢袂感觉歹势哦？那是要歹势啥啦？伊拢嘛知影讲哦，伊老爸啥物款的啦。好啊好啊，莫阁讲，行走啦。哎呀，我莫是走，我行。啊，你若面头前莫咧弯就行啦。嘉玉，嘉顺，我先来。娘姐，哎，再见啊，娘姐。惨啊！到时阵爸爸若是转来哦，一定甲玉莲阿姨冤家，咱到那拢无一工平静的日子。拢嘛你啦，想叫你去帮海龙王直播？哎，因来邀请我的时阵，阿姨、阿姊、阿妈拢总有伫哩呢。我哪有只代志变甲安尼啊？我讲讲倒转来哦，我有去找海哥，我问伊讲，啊无你敢会当卖阁卖猪肉给阮玉莲阿姨？那上大的问题就是，海哥下骹遐尔大胖的细汉要饲的，哪有可能财神爷来甲伊面头前，伊要甲放好出去？好啦，这嘛袂当怪你，还是怪海龙王啊？其实哦，拢是有人阿姨进前就看永姐也袂顺眼啦，啊加上海龙王迄猪肉真正卖甲伤俗啊啦，啊唔只予有人阿姨有这机会，替永姐来开刀。啊话讲倒来，迄猪肉敢真正无问题，人咱讲小病无好货呢。啊，你袂晓家己煮来食看卖？滚啊，甲我放哩。哦。迄包了退冰啊，歹去啊！哪有可能啊？因专工用迄保冷袋内底，佫甲我放冰胶嘞。啊，而且讲起来，猪肉嘛无可能遐尔简单就会变质啊。唔过你看，这肉这细水就唔对啊。啊，煮起来，我这肉皮起来，我拢怪怪啊。你是毋歹去啊？根本都袂当食。会解互火王阿姨讲着啊，这肉也是有问题啊。啊，啊，这批猪肉，甲阮餐厅甲海龙王进的敢是同一批？对啊。啊，摕这歹去的肉哦去做包啊，人客食，人客若是骂阮哦，迄是不要紧；啊，人客若是食歹肉倒，迄个要紧啊嘞。对啊，啊，九峰餐厅哦，本来就伫要倒啊。即卖小飞姐真无简单，家己救起来啊！绝对袂当我发生即款无好的代志啊！是啦，虽然讲我无介意玉莲阿姨，也毋过这样怎讲嘛是爸爸的事业。而且我是九峰餐厅的员工，我有道义甲责任，爱好好保护小飞辛辛苦苦建立的招牌，袂当让迄贪小便宜妈妈毁掉。
即摆是安怎？我著爱听员工讲，才知我哪来餐厅。这敢真重要？对啦，无重要啦，因为你拢伫外口逍遥快活，加餐厅的代志拢等我处理，你拢无压力嘛。你家己浑身斗相共，破坏佳瑶佮思思的婚姻，我无得面对我的兄弟，我再爱出去小冷静一下。奇怪，啊，明明佮你文贞外遇的人是刘佳瑶，啊，你这个老爸佮你是干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是安怎要讲到老的啦？我思考清楚啊，代志你抓出来，你佮迄李文贞，我佮伊参详口供，叫伊莫佮佳瑶勾勾缠，免破坏伊的婚姻，更加莫抓出甚物风波。知无？我就无爱，搁再讲，就算我去考卷也无路用啊！李文真欠，恁家姚金嘛，感情切了。哼，搁再讲，脚生恁后生身躯顶悬，伊若是莫去找李文真，啊，毋着甚物代志都无啊！总经理艾蕾商行的人来找你。啊！伊那向要来找你啊！啊！刚刚我无伫这几工，才会晓提一笔空啊！孙哥，啊，你也在家？用啊！你听我讲。陶世昌，你这人较早到即马都无小信用的，你是看阮阿爷人是好欺负，你才一个狗狗是无？是的啊！啊，佳瑶我已经教死过了。这个家有什么关系？阮的温体猪肉是跟人拍客叫的呢，你安尼话切就切，你不爱跟我进会。阮遐猪肉是咩呐？敢唔敢摕哦？你安尼乌坑啊，阮跳。无差，阮哪有搁甲计较甲上计？你哪欺负阮？你是安怎做人大兄呀？无，你咧讲啥？阮无甲你进会，没有可能，是谁讲的？我讲的啦。我就是要甲伊换掉，甲白金抢上进，安怎？你趁我无伫的时阵，大输大赢，甲伊换伊换掉，你敢免甲你阿叔尊重一下啊？我之前已经甲你讲过了，解，因的猪肉价钱伤高，啊，你就是听着你去嘛，唔肯处理。我总用伊目睭紧紧看你，为了要照顾你的兄弟，甲咱餐厅的利益放一边啊。你是练什么笑话啊？你照顾兄弟啊？是阮阿爷提兄弟，我甲规身躯拢伤。你莫拜托好无？你莫甲人进会，你会当讲啊，让阮有准备。莫我讲哦，无我都进会。阮遐地方是要怎做？你讲啊。哦，歹势歹势，哦，我唔知叫你安尼做，要不你放心，我淡薄时间，我会好好甲伊讲，绝对会甲恁阁叫回。啊？无可能啦，我已经甲别人进会啊，哪有可能阁甲人进会？天下间哦。无这款强迫人买物件的道理呀！你这摆讲啥啦？好啦，我先转。其实你嘛无一定敢进我的猪肉啦。无安尼好无？咱大家小参详一下啦。我这回猪肉我已经进啦，所以甲你拜托啦，你甲我斗三工啦，这回猪肉你甲我斗销啦，好无？安尼，互大家安尼好过年啊！无这上好的问题出落，若提冷冻哦，就无计销啊啦。对，这是应该无问题啊。我讲有问题啦，我拄才毋是讲啊。我猪肉已经买好啊，若是搁甲因买哦，咱的冷冻库就藏无落啊啦。袂要紧，年尾到啊，加开一条生产线，卖包啊，一定卖了真好，增加业绩。哼，我拄就来讲啊，你根本无甚物管店的代志嘛。为了这过年哦，小飞已经加开一个生产线做薯钱包啊。规公司的员工日夜加班，忝甲要死。你即马竟然要为了你的兄弟？开一个生产线，无啊！啊，你是头壳歹去哦！阮查某囝是安尼，互你领地的哦。我甚物咧想办法解决问题哦？你一定爱爬上去，拢袂用参详的。开始即马，就是甲用啊，迄批猪肉买落来就对啊啦。我讲买卖就买卖啦，餐厅是我经营的，敢讲我连决定要甲谁进货拢袂用的哦？高玉莲，你趁过年真是甲阮创空，你安尼欺负阮，将来你一定落债啊！你愈纠缠我，我愈无可能给你买猪啦。好啊啦，你话讲煞，用走啊啦。小杂货。好啊，快好啊。好啊，收起啊，行，咱走了，无用啊，歹势啊。
你看，这就是你填充的效果。你想要安怎做？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哪有想要安怎？我个人想要好好经营我的餐厅，好我的餐厅会当赚钱啊！我是当然唔对。是明生，佳瑶反背私事，我感觉真见笑，无当面对我的兄弟，甲美弟话，算是给伊淡薄仔弥补。你煞刁到要切断伊的路，你安尼叫我想要安怎做啦？给你阿无面子，你敢要真爽快是无？你莫甲所有责任拢甩回我家来，佳瑶是你的后生。用也是你的兄弟，啊，因跟我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把我餐厅的利润摕做好人，啊，你对我够公平？我不是无会红机会哦，是伊一生五年都唔肯讲，哼，要怪啊，就怪伊袂晓做生意，敢免怪我？怪我啦，莫怪你啦，我惊你啦，拜托，小参详一下好无啊？歹势哦，我还佫有代志要无闲，哈，有你。小朋友今天晚上哦，乖乖陪伊观察一天啊，啊无代志哦，明仔载就来放出院啊。多谢，以前多谢你呢。别客气。小波，我刚才你无代志，妈妈在哄心吗？思思啊，是你啦。我是我无把囡仔照顾好，才会破病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是正婆的妈妈，照顾伊本来就是我的责任嘛。顶多是我较歹势，大概拢甲正婆当互恁带，你莫压力遐尼大。正婆，唔那是你的囡仔，阿妈是我的宝贝孙呢。即阵啊，厝内底发生遐尼济代志。我无去注意到，这孩子仔受遐尼久，是的啦。有当时囡仔，就亲像玻璃钢管，爱情就碰地出来，那无只摔落去，得脆狗狗。就参照人的心更快。思思啊，你是在讲啥啦？我想，啊，啊，陈伯君安怎？哪做人老爸？迄囡仔住遐住遐尼久啊，安怎找拢找无你啦？你哪害啊？妈甲咱也阁唔知影我甲文珍的代志，看起来是事无讲出来。好啦，妈，我就替公司办一挂代志，所以甲伊讲话讲啊。你就靠哪哈尼济啊？不管哪怎讲，家庭哦，拢比工作搁较重要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也知哦。厝内底人永远都爱排第一。我知啊。思思啊，你是安怎？这不给爱断伊，我来替伊办手续。
这不好面讲，你对我来。啊，他在准备从啥？思思，就是你伫我妈的面头前，我讲出我甲文珍的代志。我唔是为着你，我是无想要让妈伤心。伊当经过家里的代志，我无想要让伊知影伊另外一个后生，嘛是一个笨手。是的啊，是我害你伤心。你唔要讲话是的，你若要回是的，去甲恁爹讲。讲你伫咧伊发小破病时阵，伫咧外口甲别个查某人乌白来，你是一个无负责任、阁反背家庭的爸爸。我承认，我是反背家庭，不过我嘛是足后悔啊。所以思思，我拜托你，看你囡仔的份上，给我一摆机会好无？什么机会？伤害我的机会？思思，我爱你，我真的也无想要伤害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情。我就是因为爱你，才会跟你结婚，才一直对你温暖。你嘛知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爸就离开我的身躯边啊，我会当了解老爸无离身躯边迄种心情。所以我真正无希望曾普承受跟我同款的痛苦。那真正会变成安尼，拢是你，你刘家瑶一个人造成的。你第一甲李文珍开始竞争，你第一想到这点吗？不是今麦提这个理由来要求我原谅你。我知啊，我要达到你原谅，嘛要达到任何来原谅。所以今麦不管你是要跑、猫，拢不要紧，只要让我的心内卡开我。你免哪做那么硬，来，你跟我拍，你跟我拍，来。你来之前袂得好，你家己心内好过尔。嘉瑶，你敢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讲我乌白想，讲我产后忧郁，甚至卡袂得，那对我再性地，敢讲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？思思，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一定是好故意牵去，所以才失去你的，我真正唔知要哪处理啊！唔知要哪处理，所以就甲林文珍做伙来欺骗。一开始我嘛认为是我乌白想，但不过我看到你，你看出的时阵，咱来咱去，佮讲啥？佮讲你要泡乌鸦鸟语，要出去看夜景。迄当阵我的心就脆狗狗啊！你哪会当伫讲爱我的时阵，佮白查某人伫外口，外口做什么代志？思思，我嘛是足痛苦的啊！其实之前我甲文珍，无说你发生关系的时阵，我就足后悔、足自责的，我一直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我的文珍有事，我这我真正做不应该。我想听的就是，我知影真相了后，我为着囡仔，为着家庭，我选择吞忍。我就是希望你会当改变，但可你无，你变到两头青棍，愈来愈超过。甚至当我无在的时阵，把林文珍带转来厝的，那是我的决定的。我冇甲提出啊，是硬要过来找我，我冇法度啊。你该死啊！代志拢发生啊，你即摆讲啥拢无任何意义。我干哪知影？我上爱的翁婿，竟然甲别个查某人，甲别个查某人倒伫我的眠床底做迄款代志。我刚刚想到那个画面，我就感觉你做垃圾的，我是不可能冤枉两你的。思思，你别安尼啊，都是我唔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别搞我！你今麦讲的是一套，做的都是另外一套，我袂阁相信你。
思思，你妈的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把我放过了。思思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李文珍一点仔感情都无，还是因为伊害我，伊为着我受了真侪委屈，受了真侪伤害，所以我感觉总对不起伊的。其实之前我有几摆想要甲伊请互你哩，谁知迄个时阵拄着家里强关，还到拄着教育被改回的代志，佮加上你妈欠笑，害我去用绑走。这个时阵又佮拄着温真伊老体，所以这短时间来发生这样的代志，我才无度好啊去面对温真，去处理伊佮伊的感情。安尼唔着辛苦你啊！你的外遇拢是不得已的，互你真为难着对我。不是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事实我是真正足爱你，我嘛足重视这个感情，我只是想要讲，看是要哪好啊处理这个问题尔。要安怎处理啊？你跟我讲啊！你是要跟伊分手，还是跟我离婚？希望你能把监视器的影片给我，我提起跟文珍谈判。你想要跟他谈判啥？思思，你也知道文珍的个性是不可能认输的，假使说这个证据一直在你的手头，一定做不甘愿继续找我们的麻烦，破坏我们的婚姻，所以我的心有归去。咱得把证据提出来，趁一摆机会，把代志做一个结束。以后得掺无到水尾咯，没有任何交叉啊。无可能，你认为我敢有可能把恁偷人案件的证据交你？思思，拜托你，你莫安尼，千万莫当把代志闹大啦，安尼对咱两口子还有囡仔拢无好呢。你只是惊我对你甲李文珍不利尔，我是无可能交予你。我跟你警告，李文珍伊若敢继续学袂来，我得直接就换伊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拢知影，伊是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我是无可能让伊遐尔好过。你敢真正要做到这么绝？因为你到今麦跟你替伊讲话，我是你的太太，你敢有听我说过？我就是有替你想，所以我唔才会安尼做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安尼唔是真好。敢讲你真正爱甲阮做白事，你才甘愿？无唔对，我就是要甲伊白事。谁叫伊做这款白欠小的代志啊？思思，奈讲出这款话啊？你真正变啊足恐怖的。你讲我变啊？你家己才变啊？想要到你今日识的，我可能我跳。迄嘛是恁逼的。以前单纯生命的陈思思，伫看到你甲李文珍做伙的时阵，就死啊。即卖我，我唔管安怎，我拢要维护我家己的权益，我要保护我家己的亲人。我要保护我的囡仔，我嘛是你亲人啊！你是反叛我的人，那不是真朴？我真正想要，想要跟你跟你文珍碎尸万段！思思，你卡冷静的啦，啊，不你爱我哪做啦？啊！你随分手，因为我要见面。那你就把证据提出来销毁，我来答应你。你今麦阁有啥物资格跟我讲条件？啊？怀疑我话讲到这，你若是要继续做伙，你就去，到时阵莫来怪我。哎，思思。
思思，你别这样啊！我叫你别哭啊，你是听无？啊、你上爱耍的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乖，这么乖哦，乖乖哈。哦，不过你看哦，妈，小小小，哦，过来靠啊。阿秋小刚办好事啊，办好事啊，乖哈。你两个是安那啦？平时安看个怪怪冤家是无？阿乐，真不怕病，我两个心情好啦。好了，妈，你妈烦恼了。思思啊，我知囡仔你破病，啊，你找无加油，一定就烦恼的。也不过伊就是安尼啦。伊讲无闲公事，无闲公事，无闲到后，收服囡仔个思思。思思啊，你得让妈妈平住啦。别再怪他好不好？妈，加油，也不一定是无闲空过代志啊。思思，妈。今日你辛苦啊，囡仔我会顾，你先回去教阮阿舅管。哎呀，不过囡仔你……好了好了，妈，不要紧啦，只要得教阮啦。阿弟哦，还在等伊休困，好。好啦好啦，无我先来等啦吼。我送你回去，我送你回家，好，来来。啊，思思，我明仔载就喊你晚班啦吼。再见啦。真普，你讲以后你的爸爸妈妈到底变成什么款？咱一家三口，敢会有完完整？你这边的检查报告看起来，你的白血球跟血小板的指数，拢改善了真济哦。安尼就是表示，这药用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才能让你的治疗有效，有效果。你意思是讲，这么坏病情是控制掉啊？暂时控制掉啊，哦，但是你的造血功能哦，我那个爱观察一段时间，所以你千万要记哦，以后要照时间吃，过段来回诊哦。我知影。医生啊，我看有可能干那靠食药啊，都把病情拢控制好势啊。可是讲，那是控制不好，我是不是该做骨髓移植手术啊？那照你目前这状况看起来是无讲严重，甲爱需要骨髓移植啦。我是建议你卖我家己压力遐尼大，啊，工课卖做哦遐尼辛苦，保持心情开朗。就算把心事讲出来，也袂当改变啥。干那有辛苦边的人，更加烦恼呢。医生，我了解啊。
多谢你。我真无简单，才让伊对我死心。我若是可以关心伊，敢毋是会干扰伊的心情啊？我既然决定要永远伫伊背后保护伊、照顾伊，我就应该要坚持到底啊！拄到识识朋友，先去拍一个招呼。你先行，唔免等我。郑群，那阵拄还好，你也伫遮。我伫个这个病院做学术交流，拄开完研讨会就看到你啊。啊，你来遮创啥？需要感冒，才有医生看。什么款的感冒需要这么大包药啊？你莫骗我哦，我看医生开的药啊就知影。摕来，我看卖。这不是治疗白血病的标靶药物？刚刚你的白血病又复发。哦。哪样的啊？我看最近你的气色拢无好，看起来还特别忝。医生安怎讲啊？我是复发，要接受治疗啊。医生讲控制袂歹，你别烦恼啦。什么别烦恼？伤病发作起来非同小可呢。你得用心治疗，知影无？阿姨，敢知影？阿宇飞咧，敢知影？这毋是啥物得你欢喜的代志啊，我哪可能私家讲啊？我原本哦，无想大家知影，但我去药阮嘛，还阁成功哦，无说发现的。今晚你就知影，这个世间真正无永远的秘密啦。郑群，你是不是怕你的病复发，会去拖累到雨飞？才会温暖家己的感情，无想要甲伊惊伤我。我这种病真麻烦着，我连我家己都顾不好势啊。我若是跟人交往，敢不是厉害啦？你敢有想过，我得看伊愿意陪你安尼做啊？就算伊愿意，嘛无愿意。我无想要看到伊啊，为着感情的代志，才伤心流目屎啊。尤其迄个人，袂当是我。郑渠，哪个讲啊？歹势啊，我知我妈一定最希望咱两个当交往的，但我真正无法度。尤其即马身体状况安尼，我更加袂当。等我你的幸福，我的幸福你不用烦恼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你的病医好，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。我拜托你一件代志，希望你发挥你医生职业道德，唔通把我的病情讲给任何人知影。我看你是无想要让雨飞知影吧？你放心，我袂甲伊讲的。多谢你。郑群，你家己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代志，心内一定有真大压力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亲像较早同款，把我当作是你的好朋友、好妈子。
有啥物话，拢会当甲我讲，我藏伫咧心内，就甲我当作是一个抒发的管道。我嘛会当用医生的身份，互你专业建议，安尼好不？你放心，我一个遮尔好做医生的好妈子啊，我哪会无好好利用呢？那安尼我就较放心吗？俊，蔡永德，你今日哪有闲来找我开讲啊？其实我今仔日来是想要跟你讨论郑群白血病复发的代志。你已经知影？是郑群亲嘴向我承认的。连我这个做妈妈的都唔愿意讲，唔知要问我到什么时阵。郑群只是无想要让辛苦病的人替伊烦恼。今仔我甲伊讲真多，我真会当体会伊的心情。好佳哉，郑群身躯边有你呢，啊无伊身躯边无啥物人会当甲伊讲心内话啊。郑群真正需要的人，应该不是我吧？玉君，你是不是有啥物误会？郑群已经拒绝高宇飞啊，因两个人无任何的交叉吧？你嘛知影，我真希望恁两个人会当做伙。若毋是发生遮个代志，你甲刘佳丽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想要重新甲恁两个人缘分牵起来，是因为恁两个人足速配，绝对毋是因为郑群的病情复发，想要找一个人照顾伊，所以你毋通误会呢。阿姨，这次我跟佳丽的事情弄到这么难看，害我爸的面子都吓了了，连他在那机会咨询都有人提这件事情跟他考试，但是他并没怪我，还一直鼓励我，我到现在才能体会只有自己的父母才是真心爱我，真心为我设想的，所以你希望我照顾郑群是真正上的，我会当体谅啊。伊做歹代志的，要毋过阿姨爱去讲一句，我毋是凊彩拣一个人，就伫个郑群身躯边照顾伊。我希望恁两个人做伙，迄是因为恁两个是好朋友，我嘛足喜欢你的。多谢阿姨。你敢有让恁爸知影郑群破病的代志？我是无希望恁爸误会啊。阿姨，你放心，我已经答应郑群要保守这个秘密啊。我袂甲阮爸讲呀。多谢你。其实我今仔日来找阿姨，是想要向你表明我的心意。站伫咧朋友的立场，我看郑群一个人对抗病魔。真正是足唔甘的，所以我想要帮助郑群陪伴伊走过这段治疗的路，一直到伊完全好起来为止。你是医生，郑群有你的照顾，我就放心的。我果然无看唔对人，你确实是阮老家上好的媳妇人选。咱先莫讲这啦，我即马干那只想要安怎帮助郑群恢复健康啊？好，有你伫个照顾郑群哦，我相信郑群真紧就会好起来。掉的筋骨够好难了，那你现在想要怎？伊是会当摕起来告咱的，啊！伊若是真心要报复咱，把迄个画面流出去，到时阵伤害人，
干那我一个人，还够你呢？你要去想办法，把迄个物件摕过来啊！我知啊，我来想办法啦。你若真正有在想办法，哪里找人？哪卖甲伊讲我清楚？你搁安尼拖落去，代志愈误愈害，还愈无法度控制。我嘛足想的啊，不过囡仔破病，时时咧甲照顾，而且昨暗我妈妈伫的，我根本就找袂机会甲时时讲起个代志啦。好啦，文珍，卖着急啦，你给我一撮时间，我一定想办法解决，好无？你是安怎要遐尔残忍对待人啊？我嘛是为着恁个家庭圆满，一直在替娘。我只不过是用伊剩落来时间，希望你会当陪我。啊，不过是安怎一直要对我遐尔绝冷冽，伊嘛不会放你煞。这个世界哪有是我遐尔凶的查某人啊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，你为着我受了真侪委屈。文珍，你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拢会保护你。只是咱嘛别咱想过别个啊，万一事实若是俩讲起来，把所有代志拢来压压出来，死搞了真歹收煞。尤其是我妈的个性啊，若是去互知影，第一个就是先找我算账。安尼想起，事实心机真正足重的呢。够恐怖的啊！伊明明就知影咱的代志啊，还佫伊煞会当安尼当作甚物代志拢无，拢无表现出来呢？而且伊佫乌出来予咱跳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伊到底会佫用甚物手段来报复咱呢？太恐怖啊！事实即马足怨恨我的啊，不管安怎甲讲哦，拢无路用。尤其是即马证据搁伫伊手头，所以咱要赶紧哦，甲证据摕倒来。啊，若无以后日子就歹过啊。加油！你莫烦恼啦，就算全世界人拢无爱原谅你，你还佫有我，我会陪在你的身躯边。我绝对袂离开你的，而且我会陪你做伙面对，只要咱两个人互相依赖，我相信这世间绝对无任何人会当甲咱拆散。我当然嘛是相信你，不管安怎哦，即摆上较要紧的，就是紧把证据摕回来。所以文珍，这摆可能要请你配合我，爱委屈你啊！咱去找思思谈判好啊。看一个直播，就法度替公司省这么多成本，真正不是我要学了我自己。我确实天生就适合做生意这道。妈，最近这批猪肉是谁叫的啊？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面哪会遐臭？这批猪肉品质有问题，迄吹过了后有一个腥味，啊肉还擦擦。那是严重影响着小笼包的品质，还有口感呢。哪有遐严重啦？我食起来就感觉差不多、啊。差足多！哎，进货进前你哪会拢无问我，就家己决定啊？袂用的啦，这批货哦品质伤歹啊，咱袂当滴，你紧去退货。哎呦，无遐严重啦。啊，好好好，哎，品质哦稍差淡薄。啊，不过成本真正降低足多呢。好啦，你莫计较遐多啊，莫用啦吼。妈，咱这呢无简单，才重新徛起。消费者愿意给咱机会，咱才知影珍惜。哪会当为着要省成本，就做这种偷工减料的代志？
你安尼做，收过无尊重你的事业，还阁有这点心主厨啊？尊重，我绝对尊重。无安尼啦，我年终奖金哦，会给予你，只要你继续好好表现，我明仔就替你加薪。而且哦，我阁用公司的钱送你去国外，去看世界有名的点心。我唔是来这给你讨债。好啦，乖啦，乖啦，妈有真侪代志，你无用，有啥物代志，等下找伊再讲哈。有我讲的，你一定要考虑哦。好，我知，我知，哈。小妹，你伫遮拄好，你进去看卖，迄有人客啊，小笼包食袂完，啊，佫伊伫讲要退货啦。退货？奇怪呢，啊，厝里做点心主厨了，都冇有这种情形发生啊，啊，今仔哪样呢？啊，你敢有问遐人客讲是安怎？问过啊啦，啊，人家讲迄猪肉有一个限啦，叫恁啊，拜托，卖佫学袂来啊。奇怪呢，拄只小飞才来讲猪肉的代志，啊，即摆连你也来啊，哈？我知啊啦，你一定是替用啊因阿阿婆来讲情的，对无？你两个串通起来，是要用这个方法，逼我换转去阿用啊因卖猪肉。老细像我你讲，你免明白啊，无可能。啊，够小费，你是我查某囝呢？你竟然帮助阿用啊因遐外人来欺骗我，你是害我足伤心的。妈，你莫有变心好无？我讲的是猪排品质，也不是甲相买。而且我甲阿姐嘛要串托起来骗你啊！唔相信，家己去看啦。你看卖啊，人家甚么款的反应啦？看就看啊，惊你哦！哎呀，江总呀，啊，你来这么罕见啊？哎呀，我知影啦，你今仔哦是要来监督数钱包的进度对吧？小飞。赶紧给江总的报告。啊，唔免啦，我今日来唔是为着数钱包的进度，是为着你冷冻食品的品质，尤其是小笼包。我卖场哦，最近接到真侪客诉，还阁有退货，讲你的小笼包甲较早差真侪呢。我问你啦，你是唔是为着要省钱，所以偷工减料啊？啊，那有可能啦。小笼包是我的明星商品，我靠，伊的品质都袂好啊！啊，哪有可能哦？替阮辛辛苦苦建立的口碑，遐讲酸笑啦！搁再讲，阮真无简单，才重新徛起。消费者愿意给阮机会，阮珍惜都袂好啊，哪有可能改毁掉？干嘛呢？那恁是安怎？恁翁还佮恁查囝拢徛伫遐急点点，唔敢甲你赞声？啊！因是惊诶，讲着话好骂啦，毋是毋紧甲我赞声啦。江总诶，你放心，我用我诶人头挂保证，绝对无偷工减料。嗯，也毋过，若继续阁发生即款代志哦，你都毋通怪我无甲你拍招呼，甲你诶产品阁下架。啊，我知我知，阮绝对袂无可能会偷工减料啦，啊，阮会特别注意。潇洒，我来创啥？哎，嘉纯啊，你对江总有啥物态度啊？你是要害咱生理变做？你是卖烦恼生理啊？又烦恼你去卖猪肉？叫伊早一暗害拢用去卖猪肉转来，阮试食了后一直走变数，你是毋想赔去？哪有可能啦？我要卖之前，我有去看伊的留言啊。啊！家己买海鲜的人客，拢讲伊海鲜真鲜啊！哎，做生意真实在呢，伊哪有可能骗人？你真正是乱来啦！咱家己开餐厅的，来路不明的猪肉你也买会落去，你真正头壳歹去的伊！你哪会歪讲是你的兄弟？猪肉卖啊伤贵，我无法度再安尼做。好啦，你莫冤啊啦！即卖上重要的，毋是甲上买货，迄赔钱事小。万一哦，甲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招牌，安尼拍歹去，那就拍扳回呢。啊，恁拄则无听到，江总讲哦，若是搁出问题，伊就要甲咱的冷冻食品下架呢。啊，不过，因是公司行号的呢，
还搁伫个网络上公开贩售，哪有可能有骗人？啊，因敢唔惊警察干了？阿姨，你记忆个变歹啊？你袂记起啊？顶届嘉玉刚好骗去卖假货代志。啊！你想要安怎啦？我搁种遐尼济货，啊又搁开始利用啊！啊，要安怎啊？咱伫只着急嘛无好啦，伫只去找海龙，我问清楚啊。好啦，我跟恁做伙去。我嘛去。没，你留咧餐厅，好，啊，家人遐问题先处理好，啊，麻烦你啊。来。我不是被挂掉。思思，你妈安尼呐？你讲了无唔对，我嘛是予人迫害婚姻的受害者，所以我更加会当体会你的心情。昨暗我已经发现几暗啊。我真正知影我唔对啊！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愿意离开佳瑶，从今以后袂阁甲伊有联络。不过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把遐证据拢毁掉，莫让我身败名裂。啊，若无我真正就惊阮爸妈会知影，伊一定会足生气。李文珍。我知你搁咧跋戏啊，不管你即马哭到偌伤心、偌真，我拢无可能相信啊。思思，就算你无相信文珍，啊，你总嘛是爱相信我。我之前不是有甲你讲过啊，我无可能无爱咱的家庭的。刘佳雅。你即马所讲话对我来讲，我无信用啊！在我的心目中，恁这对高男女所讲的话，我无可能够相信啊！我拢已经承认我唔对啊，刚讲也甲袂用钱，你家己想看卖，从我甲你交往开始。我什么时阵捌做过令我对不起你的代志？我就只是犯一摆错误尔，你就要判我死刑？思思，刚讲你给我一摆机会，你都唔肯。阮厝的情形你最了解，自我妈妈离婚了后，阮这兄弟姊妹无法甲阮爸做伙食团圆饭啊。连年纪上小的佳玉，伊都拢学阮这兄弟姊妹皆阁足欢喜咧食年夜饭，所以思思，我只要无希望真无参像我安尼。是啊。只是佳瑶想注定的，就是恁这个家啊，所以从来都无答应过我啥。思思，请你看伫个我把冒着性命危险去救佳瑶的份上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以后大家就参无到水无流，袂阁有交叉啊！是啊，思思，
拜托的啦，请你原谅阮啦。爱我大爷，把金骨毁掉也用的。恁两个人，下回过书。坦诚罪行，并保证绝不再犯。我若写悔过书，唔得甲伊手头遐个证据个意思是共款个。我个阿妈讲，感觉好一点嘞。思思，你安尼唔得是？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只要思思肯原谅，来我写啥拢会用。我即马就随来写。没有，你没有写。李文珍，你不是答应我要跟佳瑶分手？啥总没影响？无啦无啦，思思，你莫生气，文珍伊是唔捌啦。所以哦，你莫激动。我即马就随写，啊，到时阵文珍佮照写就是啊，哦。刘佳瑶承认婚后的外遇行为，对妻子不忠感到十分羞愧，特立此悔过书，并保证此后绝不再犯。如有再犯，任由妻子曾思思处罚，即使离婚，也愿意放弃争取刘真普的监护权。隶书人刘佳瑶。思思，我悔过书拢已经写啊，啊，到时人有真写了后，啊，你是不是会当手写加管，把鸦片全部拢给删除啊？对对对，我马上结婚，没麻烦。你只要在结婚悔过书内底签名，写明你就是外遇对象李文珍，安尼就会用。恁两个人，假装讲我是戆人，用这种方法就想要骗我，你通袂记哩？我做房仲遐尼侪年，进去的客又唔知偌侪，尤其是房屋买卖，每一条条款。拢爱真谨慎，一再研究。恁两个人用这种无情无趣的文字游戏，就两尊可以当骗过我。我两尊讲大家跟恁同款，拢就讲的。签名，郑思思，你是怎样来的？你今麦爱我签这悔过书，那呢？以后你不是赶快来告我？你总算讲出你的心里话啊！靠近你头前，讲到遐尔有诚意，全部拢是假的嘛！你根本就无想要忏悔。老婆，你今麦阁想要安怎？我甲佳瑶，救我救我，鬼嘛鬼啊！啊，老婆，你是要爱我？菜把下嘴，你这么意思无？对，你若讲会到，我就做会到。叫你李文珍干，我曾思思嘛，赶快会答应你，甲禁锢几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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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思思，刚刚你一点拢未参详者，你若是继续家己代志闹大，安尼只是破坏咱两个翁仔某的感情尔，只是害咱的翁仔某感情愈来愈害。你安尼做到底有啥物意义啦？是啊，曾思思，既然你无法度原谅佳瑶啊，那你就较规气的，紧去甲佳瑶离婚，毁掉你的感情，无法度搁好好啊！你是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，你是有啥物资格叫阮离婚啊？你是唔通袂记哩？这件代志要安怎处理，是我的决定，唔是你。本来我跟廖尊讲，你是真心想要忏悔，即摆看起来根本就无。你放心，李文珍。我绝对袂离婚，我绝对袂让恁两个人做伙。张思思，你安怎？你到底伫着啥？我甲你讲，佳瑶无爱你啊！你做人的某，敢爱用婚姻甲囡仔，甲家己翁婿包好条，你哪会归去甲狗去死？好啦好啦，我那个吵。